现在雨熙跟瑞熙在吃这个传统古早味饼干，这个是只有乡下的这个超市才买得到的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哈，看你吃的样子就知道。瑞熙好不好吃？你现在手上拿洋芋片，嘴巴在吃高丽菜包。姑姑，姑姑，刚刚，哦，换成换成，姑姑换成，我注意点。你去山上火热山丘哈，不然怎么会有凤梨？凤梨，哎，你们叫姑婆。这瑞熙，小的是瑞熙，大的是雨熙。熙跟瑞熙哦，不是，你要这样，来进进进，我真的。凤梨啊、哦，凤梨。不过你最养生，你带的是水果，我们带的都是洋芋片炸物。不过没办法，小朋友爱吃。好不好吃啊？每次看都不一样，因为现在长得特别快。